家好，我是玉华少年的张明浩。因为最近呢，天气突然变得超级无敌寒冷了，所以呢，有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们，就是他们衣服会很少，因为他们那边比较贫穷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参加的是一下科技 FOSS 穿衣挑战活动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如果穿多少件衣服，就相当于捐赠给他们多少件衣服，所以我会尽力的。好吧，那我开始吧。来吧，我还没套就一定要穿的平整。如果皱皱巴巴的话，可能就会多一点，所以就会多地方。这样的话，如果穿的不平整的话，会那个面积就会越来越小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小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穿下一件衣服。现在先把这两件衣服你如果是相同的衣服的话，可能他们东西不太一样。来，谁帮我穿一下吧？店家来。哎，帮我把后边那个帽子拿下。就我这那些衣服脱了，把帽子套上。来，再把我的衣服拿了。那现在咋就？加油！我的，拼了老命！来。三二三四，嗯，好，耶，来，来，套围脖，套围脖，这行，这行，还有啥？这能穿，是，来，你套，就两个袖子直接套进去。别动，我来。不行就算了，哎，可以，再把。那小凯，他直接让他这么穿得了。哎，帮我弄下头发。那帮我弄下头发。OK，帽子往上一点。哎，好 OK，你看我看这活动一样。来，换小围脖。再来几件。好了，还有咋数啊？我来。哎，最不是打开，然后这个里边还有衣服。
他不管。两件那个三件。一件，两件，三件，四件，五件，这是五件。我那个两个衬衣呢，里边是两个那个。一个，两个，两，对，三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哎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。我跟小凯一样，也是十三个。呀，来吧，来打我吧。呀，好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穿衣完毕了。我总共穿了13件衣服，然后呢，我希望大家也能多多的帮助，然后多多的捐赠，然后多多的帮助那些在偏远地区的人们，因为他们有可能都没有吃的吃，然后有可能都没有衣服穿，所以呢，大家多多帮助他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家，爱你们，耶！好温暖的心在里面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